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是若夫妻房车记。等等等，睡到我裤子上了，一起床就给我闹醒了。来，老规矩，先看看今天的天气如何。一大早就开始有人在这放音乐，然后重复放一首歌，给吵醒了。天多云，有一点点开口，有一点点。出太阳，哎，把这边给开了。哎，这边有点出太阳了，可以给这个充充电了。看看啊，这几天用的是54%了，主要就是靠它。啊，看看我们的房车的电还剩83%，还可以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太阳能板给拿出来啊！我感觉又阴下去了呢，我天！原以为还会有太阳，哎，拿都拿出来了，能充多少充多少。刚刚就忘记抬头看天，因为我们要在这边等那个液化气嘛，然后其实还需要一些时间。还有一些时间，先把这个进去搓一把帕子，擦一下玻璃。抖什么抖啊？一会儿带你出去啊。好，全部弄好了，来看看。现在充电有20瓦、19瓦，还可以哦。充吧，先去遛个浪浪去。嘿，出太阳了。挺好的，遛个浪浪去。哎，浪浪过来，没带纸，过来过来。昨天视频没传，你还别说，红河大剧院这边还建的还挺好的，好大一个广场。我们在这个后边没有人的地方逛一逛。其实我是最喜欢在这种地方。遛狗的，因为脚基本上干净了，随便一擦就可以了。对，就这样持续出太阳吧，持续出太阳，好补给补给电。最近估计只能靠行车发电了，因为这个叫什么？哎，有电话。因为营地的话，估计是进不去了。接个电话，肉卓打的。喂，健康一杯，美味营养的奶昔，开启美好的一天。哦，开里边气，开始。收了。刚刚我们打电话叫了这个气罐，煤气罐，大家都没气了，然后叫了50000过来，要等到下午的1点才能拿气罐，所以我们现在只是人是在房车里边等，还有1个多小时就过来了。来看看，莫名其妙多了3桶水，不是莫名其妙，我们叫美团小哥送的水，没有时间去逛超市了，所以说我们就，网购送水。80个G，你们的小仙儿1个小时。小仙儿，靠！我最少得妈最少半个。过来，我10分钟就搞定了。过来，怎么个弄的？就是小仙儿，是小仙儿，都是过来，过来，我都是直接导到、那个。过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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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怕，别怕。别怕，你先闻一下，你先闻一下。移动硬盘不插电脑上吗？对。哦。在移动硬盘里面建一个文件夹。哦，导到移动硬盘，直接点到导到电脑。啊，我直接导移动硬盘。就是我有个4T 的那个。对，我也是4T 的，就直接导那个盘里面。真乖。文件夹嘛。
每天你现在真怪，现在让我摸了，真怪。你这个视频怎么导的？真怪。你移动硬盘一插电脑上，是不是显示个硬盘？嗯。坐到这儿和他们聊天，现在都各自回去了。要不要做个针？一开始说是，咱们把这个液化气罐啊，加完了之后，然后出去吃。吃一个比较正宗的米线的结果，他们都想吃这个肯德基了，就不吃米线了，所以说我们就点了外卖肯德基等待着。你看这个天气啊，感觉要下暴雨啊，那边好像已经开始下雨了，你看那边好像已经开始下雨了，还好我们这边是天晴的。哇，我们这边居然还有太阳，你看这天气，呵呵，挺好的。你看这边这个云是这么飘的，也就是说会持续有太阳，然后那边感觉在下雨。我们的外卖到了，有双人套餐，好，谢谢啊，用餐愉快。好嘞，谢谢。来了，吃外卖。进城，只但凡一进城他们就要吃这个。怎样了？人家来送外卖的嘛，你叫什么叫？看看，现在肯德基把这个环保做到极致了，用的是纸的这个吸管。这个是再生纸。再生纸。你拿纸的那叫环保吗？那也不环保呀，再生纸才环保。好的。你说，老婆说的都对。你去读多读点书，你去骑猪。哼哼，我就是骑猪长大的，每天放猪，人家放牛，我放猪。记得终于要到了，刚刚发信息给肉佐了。我现在让他们把气罐全拿出来。我换衣服了。好的，兄弟伙计。送气罐的要到了，把气罐拿出来，准备着。哎呦我去，已经拿出来了，马上到。拿个气罐还是个技术活，非常不容易。拿个气罐，卡在这儿。OK， 然后等换完了就要放回去。好，师傅到了，45块钱一罐气。来，去这边吧，把我的罐拿过去，把我的罐拿过去。多少都会剩一点。有人？5罐。我在这儿。先换一罐。啊，他这有很多，他这有很多气罐。来，我看看，你看他这个有多少钱？哇，这罐好旧。没气了。怎么了？确实是没气了。三明治，来接一下，关起来，搞不管了啊。5罐吗？5罐。五罐。哎，6罐能买吗？能买你一个罐吗？啊，可以买啊。你一罐多少钱？140，要个那个气是45，那个先用这个笔去测。140，大仙儿，来145。啊？145，哎。他这个罐测不了吗？啊？有些罐是不行的。是吗？嗯，有些罐是不行的。哎，这个怎么是轻的？哎，那四个是轻的，这边都是红的。他用那个小。这个罐显示都是红的。我看。显示都是红的。有些罐它是不支持的。嗯，那个是怎么测的？嗯。就是压一压，它是绿色的，就是证明是有气。有些罐它是不支持，像这种罐它可能就不支持。好，我们拿一罐。我拿2罐，你呢？拿2罐。那你就再单独买一个。把这罐子拎出来。哎，上面。带胶皮的那个。啊？多少钱？我不知道呀。45。45一罐，带瓶子100，145。哎，对。瓶子你要是有的话就跟他换。你那里能放2罐是吧？没有，我只能放一罐。哎，那就是你给我2罐。他是那个半仙那儿原本是一罐。对对对，他等于是半仙可以搞2罐。对。
半线可以搞两块，我这拿这个帕子擦一下，很脏，擦了之后给它放去啊。咋了？可以啊。可以吗？哪几罐是有气的？它是这里这一罐有气的，这还有从放上面就行了，检测煤气的神器。哎，这是可以的。师傅已经把这个拿下来了。不行，你这是歪了。就是到这儿吗？连个罐的那个。不会指到这儿吧？是190，那不是，那不是上面显示不就是这么显示的吗？罐体的均匀度。哦，那我直接，师傅，你微信我直接转给你了。可以。2020年。把这罐满的，放到后边。有的。哎呦去！拿出来好，拿出来，放进去就不好放进去了啊！哎呀，嘿，给它拧紧了。好了，哎呀，好累。好，把这些狗粮。放得了啊，管子，妈妈的衣服 ，OK， 搞定。搞定，其实还好，就拿出来啊，放进去都很方便。这要那个辣米椒不？有吗？我的啊，有吗？我的有的。你把辣米椒拿过来嘛，再拿把剪刀，给它粘一下，粘一下它就不会乱晃了。就把这两边固定一下，下边再固定一个。是不是怎么垫个东西、啊？就可以了。垫东西就不知道垫啥了。怎么垫啥？纸壳子。纸壳。啊，那个地毯我不想用了吧？后面有一截方的、宽的，我垫在这儿算了，我拿出来看看。那可以试一下嘛。垫了之后倒是没那么晃了，就。还有个。好。是不是要买一卷的？嗯，可以。哦，对，可以拿纳米胶把它隔起哈。这个呢？对啊。怎么垫？不行。嗯，这样垫。不，你就这样。就这样。对。得剪，对，剪是吧？剪刀。对，垫个软的东西，然后再拿纳米胶把它们隔开，是这个不？嗯，对，这个剪刀可能不太好剪。先剪一个口子，拿出来再剪。好剪，好剪。哎，好剪的，叠一下，叠一下。嗯，这不平吗？那个剪刀干磨，你看这不叫剪的，叫啃的。有，哦，有用，这有个槽，有用的，你还有个缺口。哦，你没剪到位置，不能剪深。你这没剪到位置。我说用起来还可以。不是，怎么？这是我最快的一把剪刀了。辣米椒，嗯，乖乖，这边垫多垫点是吧？对，嗯，因为这边有这个钉子嘛，把辣米椒固定一下。固定哪？固定在这儿。对，固定它撞的地方，撞。对，它会接触的这个面。
这个上面有贴一下。陆哥在帮捡东西是吧？帮搬迁那个固定那个烟灰罐。用这个固定不行吧？行吗？不是固定，哦，是防撞。防撞，把它隔开。哦，把这个地毯可以，这地毯都可以。这是防火材料。防火材料，这里面敢有火这个不敢有火，有火了之后你防火材料也没有用。它相互磕碰就怕那啥，就怕出火花嘛。他就把这面多的几个接触点给粘一下，粘上就行。你试一下。哎呦我去！这样倒着是不是？哎，我看一下，那个能装袋子吧？扎袋行吗？我有扎袋。扎袋？扎哪行？扎袋没地方扎。能不能扎？没有地方扎。那罐拿下来，我看看。不，没有地方扎。哦，扎不了。扎是肯定扎不了。我看拿个什么东西垫在里面，对，垫着就行了。你这不还有一块布吗？这一块吗？对呀，正好垫着。这一块你垫进去。对，你不撞就行。对，塞到那儿就行，只要不撞就行。对，撞也没关系，就是以防万一嘛。这罐与罐没关系，那人家那个那骑三轮的，人家都是相互没事就撞，没事就撞，可以那么闲呢？是的，不是液化气罐很安全，很安全，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对，这么容易爆。哎呀，我有热水了，端热水了。好了，现在的这个太阳是充到了71瓦，现在充到65%的电了，但是不能继续充了。因为我们要溜了，要溜了。对，去换个地方，换个住宿地，去建水，收拾呗，收拾完了就走。这里边还得收地吧？收遮阳的这个。这没用啊！喂，老婆，你在后边帮我抠一下这个，过不去了。好 ，OK。好好扁面娃娃。鞋吧。看看。好，换了。好，变个红脸可以了。红脸的关公。出发，这个放哪里的？放到前面的。来了，等一会儿，然后把它抠。冷冷哥，我们今天去一个有水有电的地方，去那边洗个澡，加个水洗个澡。来，看看，我们今天。刚才问你走前面。1小时31分，96公里。好，把衣服一脱，进入战斗状态。小队成员们都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我们就出发了。走吧。半箱，走吧。